اي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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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هاي هاي ايه هاي هاي ايه اه哎呀，周末想睡个懒觉都没办法，是不是闹人？闹人，你看这谁？No, 爸爸。哎。爸爸。哎。乐意早上本来打算那个拍视频嘛，然后起来发现相机找不着了，然后一想，哇塞，完蛋！昨天那个拍建房日记在工地嘛。然后走的时候就忘拿了，因为我的相机架在那个围栏上嘛，所以说没有被看到是很正常的，就很隐蔽那个角落，感觉应该问题不大。一个是那个我们那个门会关上嘛，再有就是那个是在一个无尾径街，进去的人应该会比较少，所以说还在那儿的自信还是有那么一堆堆。现在我们去看一看有没有，如果不在那儿了的话，就是。老天让我换设备，是不是？完了，没看到啊！我架在那儿了，现在好像没有了。我们进去看一眼。完了，心凉半截啊！哎呀，哦，在，我在，我都没看到，我以为，我记得我架这边了，在那边哦。我刚想说，怎么没了呢？哇，经过了一晚上，哇，还在，耶、yeah, ，相机还在，完美。拿着相机回家。还有一个好的点就是昨天晚上没有下雨，但是下雨问题也不大啊。虽然说这个相机不防水，但是下雨没有问题，一般的下雨没有问题，只要不泡在水里面就没问题。OK， 拿上相机回家。娜娜，看这谁？是闹闹。闹闹是不是？你跟大家说嗨了吗？嗨。嗨。嗨哟。走吧。我们今天去狗公园，因为我们家距离狗公园比较远嘛。平时的时候，我们就去家对面的那个小公园，给露娜扔扔球，让她玩一玩。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间，就带她去狗公园和其他的狗狗进行一个社交。Nora， 嗯，坐在后面 ；Luna， 坐前面。这个哦，这个扣上。哎，好的。Luna 急得不行了。要把这个号枪拿回去吧，这个。Luna， 哎，这急得不行了。
他脖子相机丢了，我才发现没有了，下去找就没办法了。他把相机给甩丢了。姑娘还挺开心的，相机一丢了，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看到了，是狼吗？对，就是他。哦，高的。啊！全湿透了。但是我们找到了。哎呀，没问题。哎呀，呦！不给他带了，不给他带了。一堆狗，哎呦，又开始了。球被抢了吗？Full staff 的话，要抢回来。对，别人家的，这是别人家的。这儿，来，爸爸亲，亲爸爸。哎呀，真乖。露娜已经废掉了。露娜咋了？露娜不行了是吧？走吧。Yes, good girl. 来给大家看看，圣诞。来，露娜 ，no. 来，给大家看看圣诞，露娜 ，high five, yay！ 带着露娜、Nora 一起去和圣诞老人拍个照，照个相。我们和圣诞老人约了是7:26。嗯。然后我们都穿着白衬衫、黑裤子。要给 Nora 是白衬衫和小短裙，对，然后露娜就带一个小头饰就行了。就是我们穿白色是因为就是那个圣诞老人就挺彩色的，我们这穿个红色的估计看不着了，这就是。走吧，走喽，拍照去，带着露娜。给娃娃看两看。都在这儿排队，等着拍照，给露娜弄个球玩。再看里面吧，都在那边拍照。Hello. Do you guys would like to come with me? Yeah. Come with them, yeah. Do you guys have your wee email as well? Have we scanned? Oh, she scanned your book? Yes, before. Come on in. Yep. Hello. Hello.已经拍完了。今天他那儿就没哭，就见那个圣诞老人啊，没哭，对，那儿没哭，挺好的。他应该是在幼儿园，就是去过一次了。嗯，但是露娜还是挺兴奋的。他拍的有点黑，但我们家露娜拍的挺好的。我们家拍最好是露娜。我们家拍最好的是露娜，然后他有个2023年的日历，在网上选套餐，然后过来拍。
几个照片加拍照，一共花了40块钱，给快两岁的 Nora 和3岁多的 Luna 留个念。晚上开始吃晚饭了，给大家看看有啥，有鸡肉、青菜和面，还有它的小玉米。它现在基本和我们吃的一样，所以说导致米娅特别惨，没有办法做辣的。她比较喜欢吃辣的嘛，但是有 Nora 之后就只能戒辣了。啥时候 Nora 可以吃辣的时候，就可以和米娅一起吃的，是不是？米娅就更开心，happy 了。给大家看 Nora。Nora 的圣诞 party， 2022年的圣诞 party， 在他们幼儿园，在他们幼儿园。Merry Christmas！ 然后之前跟大家说那个我们要买第二套房嘛，但是现在新西兰的贷款利率已经涨到一年期的贷款利率已经涨到7.14%了，翻倍了基本。对啊，哎，我算了一下，我们家每个月，要多还贷款600多刀，将近700刀。但好在现在我们家欠银行钱不是很多，所以说压力就还好。可能奥克兰的朋友们贷款那个房价比较高嘛，贷款会比较多，所以说可能对，感受到银行利率带来更就比较大的冲击了。然后在新西兰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分享，讨论讨论。你们每个月现在贷款利率升高了之后，每个月要多还多少的利息？那我先吃点面饼，妈妈你拆。拆，对，拆。肉吃完了，他又要。你先吃那，你先。对，先吃面饼，那你先吃面饼。那有么 ？Morning。来吃饭吧，吃满嘴油。吃菜了啊，菜也吃了，你看，菜也吃了，面也吃了，肉也吃了，表现挺好啊。哎呀，对，那玩意儿的头发还没剪过呢，从出生到现在。但小姑娘嘛，不着急，可以留长辫。然后现在已经2022年的12月份最后一个月了嘛，我想着下一期视频我们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2022年一共花了多少钱。就是之前说实话，我们也没算过，我们对怎么说也没有计划的去花钱或者怎么样，没有。然后我们也比较好奇，我们一个月的平均呢，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钱？然后总结算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2022年一共花了多少钱，平均每个月。能花多少钱吧，对吧？拜。OK， 那么差不多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吃完饭陪 Nora 玩一会儿就睡觉了，然后 Nora 跟大家拜拜吧，拜。 OK， 我们也要继续留个念头，我们下见，拜拜拜拜拜拜。